晨光镇花海缤纷灿烂的美景吸引许多游客停驻观赏拍照。今年是鼠年，花海园区特别邀请在地小马部落的阿美族人创作了十多只金钱鼠、米老鼠、袋鼠等装置艺术作品。有那材料都你好，家里拎起来有凹的，好，你独立干啊凹的，然后用草绳慢慢一圈一圈的滚，然后就是有个样子之后，然后再用草绳滚到这个样子，就是这个工作真的也是要费很多时间呢。晨光镇农会今年特别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主题，制作多种老鼠造型的漂流木艺术创作。园区内还分别种植了万寿菊、孔雀草、四季海棠、海牵牛、薰衣草等花种，目前陆续绽放中。我们今年花海的主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在我们今年的花海园区，我们会请我们在地的漂流木的艺术家帮我们制作了非常多成双成对的老鼠造型的漂流木。那我们今年花海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以大色块的方式来去呈现。那你顶你高龄够大，你顶你好有这种一个地方这么漂亮的一个这个花园呢，真的是很棒的了。咁咪好發解，咁咪我一定要對辛苦，咁咪好。啊，等下那冇咁咪，也都你打扮，都下啲呢，你個扮到你啦。春节连假期间，农会预估花海将吸引人潮，希望届时能够带动周边部落、晨光镇地区的商机。原视新闻法务了台东晨光采访报道。